省时间，对哦，不要在这个美容院要花好长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其实你叠出来对，马西赶快开洗干。如果让你可以最起码缩短三到四倍的时间嘛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缩短这么，就是说，其实你可以减掉这么多的时间的话，其实真的非常好。对，好，我已经瞄到我们的帅哥，他回来了，直接进来吧。啊，帅哥，真的，怎么完全变黑的？对呀，真的刹那间做了转变呢。杨大哥，你自己有没有吓一大跳？有啊，刚洗完冲那个。照个镜子看，哇，马上变颜色，对啊，很讶异啊，头发都帮你吹干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在广告时间这样子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摸一下，你自己摸一下来，好吗？自己摸，觉得发质如何？比我平常还柔软，我本来是发质都很粗的，我刚刚摸起来，你静静头毛弄来的畅畅漾漾，你今麦给就顺了呢。嘿，我们来比较一下，来，你转过去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比一下你之前的状况，观众朋友，你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。此时此刻，来，我们转，稍微也转一下，来，我们那个让他哥配合一下，来转一下，好不好？慢慢转呢，来，再转过去，再转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，黑金黑亮亮。重点是，你觉得有没有闻到刺鼻的味道？没有，没有哈。你觉得你今天回去，老婆会不会给你当屌屌？对啊，他奇怪，怎么你又去拿法还是怎样？那磨逼啊，现在磨逼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明明头发都变黑了，可是怎么又闻不到味道？对，你说真的？你要问我现在皮包还有？现在皮包哈，我跟你讲，搞不好你老婆就会说你有什么好东西没拿出来给她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开放现场电话。平常在家里不是不能做，只是那个时间会花得很久，因为大概要等待的时间是。对，然后最主要就是，其实你一个人很难处理。对，我像我们以前染头发，我还要约，我先生绝对不会帮我弄，他觉得很臭，所以我要约妹妹来，是来帮我处理。要请妹妹帮忙。对，因为后面你真的没办法用，因为它不像洗头发。对对对，所以还要找个妹妹来。好，然后还要等个这样一两个小时。是，哦，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。现在都麻烦就麻烦了，不如去给人洗就好啊。对啊，给人家开机啦哈。可是我觉得哈，如果我们自己要在家里 DIY， 刚才光这个时间点，一般来讲要40到30分钟等待的时间嘛哈，这个还要等。但是他这个只要7到10分钟，所以很多的那个年纪大的朋友啊，那个阿公阿妈就是不会再感冒了。对，尤其既然天气冷，你那样子坐一下都无叮当，会刮呢，会刮呢。嘿，卖讲衬衫呀，那无叮当的刮。对，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它就会让不管是谁在家里自己做，都会是很方便。不过我很想了解是哈，像它这个好像也分一些颜色，对不对？它也有自然的颜色啊，什么有栗子色，还有什么色？我们有自然黑色。哦，所以你后来发现它有自然黑的，对。然后像我自己来讲，我就喜欢用栗子色，因为很自然吧？对，因为它的颜色就是有点红红的，它就不会说太夸张的红。是，对。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叫咖啡金色，后来我就发现说，当如果说我有曾经挑染过，是再用咖啡金色，那个颜色显色更好。哦，对，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自然度要非常的 OK 哈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当然要了解了哈，染发剂应该要怎么选？其实当初如果你没有朋友的介绍，你可能也不知道，因为好像舒婷有跟我说，一开始是恁朋友送的，嘿，送我一盒，安尼说噶，说啊，嘿，说啊，说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啊，这是什么物件？唔敢说，因为我们很怕嘛，那个染发剂 DIY 是，对，而且你刚才也讲，你自己皮肤又很容易过敏，对，而且我就没有去洗，一直到因为像我们这种人哈，就平常很忙，我一定都要等到说，人家动没掉啊，才去弄头发。对，啊，就正好有一次我隔天有个宴会嘛，是啊，头发白头发长出来怎么能见人？对对 对， 对，就来不及去约时间，这样我就只好好吧，这一罐就把它拿来用用看一下。那个时候才给它开封就对了。对，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工作同事一直在跟我比说时间到了，可以赶快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聊哈。那杨大哥你就先去冲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请你待会我们回来见真章，看你某今天你有法都给你当调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去冲喽，来，好，有请哈，唔通闹鬼呢，那其他那种赖服的呢，啊，时间遐短，就要叫伊去洗啊，对不？哈，好，你刚才说本来人家送给你的时候，你也是一直摆着，对，然后都没有拿去用，一直到就是临
临时想到有一个宴会了，对，非得要打扮一下，没错，所以才把它拿出来用。对，结果嘞，结果我就那一天我就赶快打电话问朋友说，哎，怎么用？怎么用？七分钟就好，我就想，而且就像洗头发这样子。对，他就说啊，是这样，怎么洗？就用洗的方式这样子。我就说好，那我试试看。是，真的在家里用，第一次用，哇！我后来就用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好用的东西不跟人家讲，真的七分钟。然后我还特地说，哎，好吧，我等个七分钟洗掉，如果不行，我就要去骂他。是，结果哎，颜色很漂亮，很自然，很自然。而且我朋友还跟我说，哎呀，你最近花很多钱去保养头发，因为那个发质啊，弄完之后那个发质变得好亮好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所以朋友就说。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这最近花了很多钱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其实真的才发现，原来这个东西又便宜又好用，时间又快。所以又便宜又好用，时间又快。重点是用了就屌的呀，对啊，不管是那个色泽，而且它这个算是比较像永久染，不是说一下子就不是一下子。它大概用多久？它可以这个持续大概多久的时间？其实一般来讲，像我自己这样染，我大概就是因为我头发长比较快，所以我大概一个月我会补染一次。哦，补染。但是我会发现说，哎，其实发尾的部分一直颜色也没什么掉。哦，因为它都是从这个根部的地方长出来。那你只要补染，那其实重点是没有那个臭味。对，我们给观众朋友，其实你打都要掏两组嘛。对，一块要够村呢，还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是没有完全用完，还剩差不多一大碗这种感觉。这其实大概还可以再染补染一次。对，等一下我们抓一个看有谁要补。大家持续锁定，让这个大家呢，因为头发的问题解决了，不要再有白发，让你显得很老态，有没有？不再有老态，好不好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那杨大哥刚才一直跟我们讲，你自己的亲身感受，跟我们分享一下啦。比我想象的好，我以为是染发会那个传统那个异味啦，或不舒服或刺激那种感觉。对对对。啊，染完之后自洗，哎。也没很轻松的可以洗掉，又很自然，对，又没有异味。啊，最重要的发质哦，把它出剪头发，那个吹完之后觉得很硬刺刺的嘛，而且还摸起来就很柔顺，真的就这样子，你变温柔了呢。这个让我意外，真的哈，你再转一下，我们现在有把那个染发前、染发后的再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耶，我也好欣赏哦。我也觉得很满意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都开始紧张，哎，赢了就屌啊，对不对？屌嘞，对吧？好，那再转回来哈，我们谢谢杨大哥的分享哦。好，不过过去也有人讲说，他买什么何首乌那种中药的，也有人会说这个应该也很天然吧？对，因为其实何首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药材，可是它是用吃的，对，所以药材它有分有外服跟内用嘛。那内就是你吃的。用到外面来其实它是没有什么效果的，效果不大。但是我也有买过用什么号称是什么何首乌的那种洗发精，哎，啊，对，但是好像没效，我真的我自己洗了，对，嘿，因为整罐都黑黑的，可洗完好像头发没有黑啊，没有黑，哈，没有用啊，就觉得没有用了哈。没错，那我们这样子，其实它最起码它可以撑一段时间，对，再动它固嘛，哈。好，当然呢，优质的染发剂真的不容易找，不好找。不过今天有没有找到？安娜哥有找到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来我们来 PK 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就要请见证杨大哥。我们来，杨大哥，你今天你我讲已经你赚到哎，小毛把赚几千块。对，有好，咱打断有一个同一个那观众卡里来讲，伊好门口逆位几千块，几千块对吧？百八不计啦哈。好，那来看一下传统染剂跟刚才你用的这个天然护发染剂，你觉得味道哪一个比较好？天然的啊，天然的哈。对啊。好，所以这大一家对不？肾好。啊，头皮的舒适度，你要不要自己再感受？这个我觉得真的，你要感觉，你是要感觉。有啊，哈，有了。会刺、会痒、会不舒服吗？染的时候那不会，完全没有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拍谁还是肾还是它，好不好？那染发程序呢？你觉得这样子 OK 吗？时间短不短？很短吧？对啊，十几分钟还可以，跟洗澡的过程也差不多啊。对啊，你说十几分钟是连你刚才上去嘛？对嘛，先染嘛。但是那个停留的时间大概七分钟到十分钟嘛。对对，对不对？然后洗又很快，没错。好，哎，冲一下就好了，冲一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还是 OK 的。来，上色时间你觉得这样呢？上色时间嘛，很快啊，很快啊，比那传统的快多了。好，比传统的快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后太太不要再跟你说要去美容院哦。我会推荐他这个。你会跟他讲不用去了，对不对？自己在家里就自己就当一个美容院的店长了哈。好，头发光泽度，好，你自己这家要柔软，不错啊。
柔软哈，真的耶，所以我刚才说你都变温柔了，对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好，光泽度也是 OK 的，柔软度，柔软度你也觉得很满意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全部都给他，哎，这样 OK 吗？没有办法，因为真的就是这么好啊，所以安诺真正用了就掉的，一定会掉的，一定会掉的哈，会跟我一样一直用。